今日各位同心的学员，大家好。哦，咱们第一面过坡可能较袂好困吼。啊，无要紧，今仔日超八点，超到下午十点哦。下午恁就足好困啊。因为我自第一期到第三十期，我逐期拢有来，所以我若问，若旧的学员来，我讲啊，你第几期的？伊讲哦，十八期的。我讲啊，咱同学，逐期拢感觉同学就对了。啊，我今仔来讲这个题目是叫做农场管理加健康哈。来，王先生可以了吗？好，啊，这个是我十一项要讲的了哈。好，啊，咱一人一人，今仔到我的时间头一点二十分钟哈。一般我这是差不多两点钟讲的，啊，这我今仔可能爱讲较紧的吼，啊，慢慢走较紧的。我第一日还袂讲，你就要走。好来，咱即马来讲这个水甲农业的关系吼。若无水，就无农业啦吼。因为所有的动物、植物拢爱靠水，哦，来做养分的输送吼。比如咱人，比如咱若敢若食鼻干，你若无配水的话，就惊死啊吼。啊，农业用水拄啊占咱台湾用水量上大，吼，哦，啊，即无多，因为所有植物都爱靠水，啊，哦，啊，尤其水田，就是咱用水用量上大，因为你拄开始的秧苗一定爱淹水，要有淹过这个木头，吼，哦，啊，那么以前咱拢讲阳光、空气、水是咱动植物的这个三大生命的迄个要素哈，那么我即卖是搁加加一个土地，哈，你若无土地，就无法度生产各种的动植物的迄个蛋白质出来，互咱人食哈。啊，真侪人就是讲，就以阮爸爸迄代，因看到这杂草，就拢甲当作原始人安尼咧处理，欲去之而后快，哈，因早期也无迄个除草剂，所以拢爱靠人工去挽草，也是用低头去看，效率足歹，足费工，哈，啊，所以看到杂草是看他看就看到弯手人，啊，其实上天伊发明这个杂草，就是要来做水土保持，哈，你若一般的平地，都爱靠这个杂草来做地被来保护这个土壤。因为咱的上好的土壤拢是表土，啊，你若无只杂草咧保护吼，迄，大豪雨啊落落来，叠落喷开山，就对水流去啊，吼，啊，所以那山顶你若原始森林，因有大乔木、中乔木、小乔木、灌木、甲地被植物，佮有地衣吼，层层安尼拦截。迄个雨滴落来吼，爱层遐树啊，安尼层层拦截，佮渗透落。因为原始森林拢有足深的这个腐殖土，敢若海绵的，会当佮吸收起来。所以早期以前无，就宋楚瑜还袂咧做省长的时，真罕伫听到讲台湾有土石流。但是宋楚瑜做省长了，伫山区开足个产业道路，啊，伊所开的山的土拢下落迄个山坎落去，包括九二一大地震了，啊后壁即马气候异常，拢落迄个超级大的豪雨，所以过来咱逐年都呐台风季节都拢有听到哪里对了个咧土石流，啊即对水土保持做了无好哈。好，你来看，即个是八八风灾，计无几工我翕的，以前即规个拢青翠的山脉，即中央山脉伫屏东的迄个南北大武山的较南边这边，你甲看这白白，迄拢崩塌地，以前拢无。八八风灾吼，三天内底，甲咱台湾一年的雨量落完了。哦，台湾一年平均的总降雨量了吼，
2150mm，结果迄天三天内底甲2000多mm拢落伫屏东地区，吼、哦，高屏地区了。OK， 啊，你看这山顶的一丛树啊，伊的根系安尼溜只深落来，啊是安怎山顶土石流最近遮济？早期日本人来，因当然有撮真济咱的高山的一挂块木，吼、哦，希诺基好的茶去，因当因日本咧，因日本人做遐大木造的房屋，吼、哦，木造房屋就是通风啊，冬暖夏凉。那么这根其实就是咧做水土保持，吼、哦，这跟咱人做关的，伊若无替咱伫山顶定亲种只根。把水土保持的好，咱不是山顶的土石流流落来，把河床垫高，河床垫高，迄水就会因为堤防外，哦，就变成水灾嘛，哈、哦。好，啊，咱就讲以色列这个国家，哦，真济所在爱咱学习的，伊跟咱的处境作同款的，伊小小一个国家，哦，敢那土地敢那20000多平方公里呢，哈、哦。啊，人口大概500,000,000呢，但是伊个周边的国家拢是回教国家，啊，伊本身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嘛，吼、哦。因遐回教国家拢想要甲吞食落腹，啊，咱台湾同款，咱台湾边有一个罗马国家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时就是嘛就要甲咱吞食落腹，吼、哦。啊，所以因以色列伫迄个环境下，所以因全民皆兵。无论查甫拢爱做兵，吼、哦！啊，因是一个沙漠国家，啊，因人袂使食物件，啊，物件都爱因的迄个农场去生产，吼、哦！啊，你看因的水吼，65%是爱靠加利利湖来供应，啊，剩那边呐，欠3%买对来，因就发明这个海水淡化技术，啊、哦，所以这海水淡化技术以色列是真有名，因。算排头一二名的吼，啊，因用海水淡化技术提供25%的那个淡水吼，那么还佫欠10%，就甲进前遐水佫回收重新制造，吼啊，那较好的会当佫做民生用水，啊，剩的会当做农业灌溉用吼，啊，你看因足省水，因为着要省水。因发明这个滴灌系统，啊、哦，这丛植物，伊一干要食偌济水，电脑控制滴好食，干那滴伫个头部呢，啊边啊只拢大个，大个所在就袂发杂草，所以就唔阿免去除草，啊、哦，就继续先干个嘛，哈、哦。啊，咱台湾你不时落雨，你原底芳好啊，你个仔啊甲种好，哇，那落一粒雨。整个园拢种杂草拢发起来，啊！你着用除草剂去除草，啊！你若要做有机吼，哦，你着忝啊！你着用人工除草，嘿，因为有机的这个标准足悬的，袂使用除草剂，袂使用化学药品的农药甲迄个肥料哈、啊。啊，这个滴灌我这有一个哈，伊、啊、这入口哈，啊，伊这会当电工合用两撮，这一个出水口。对，你就像伊安尼吼，啊，这你来望，这顶顶这就是哎，我恁穿来看吼。但滴灌系统，因以色列吼，因发明迄个足好个，就是因源头有一个过滤系统，了，来到伊啊，还有个一个本身迄个出水口一个迷宫个迄个设计，就是讲你若。过滤了无清气的，拉出来个伊个会点个过滤，所以迄个设计做了足好个啊。呀，以色列吼，因这个沙漠的国家，因本身以前许这个希特勒台死600多万的这个犹太的民族吼，啊，所以因真坚决，一定爱成立因家的国家来保护因的。犹太民族，所以因伫美国个甲英国个帮忙下，伫即个
即马目前以色列这个所在吼成立因的国家，那么因是等于从零开始，因家己轻工业吼，因家己一寡发明，拢是因以色列全民做伙来发展出来。那么，譬如讲，这以色列做的迄个喷头，即拢有专利，因为着要省水灌溉，吼，所以因发明这物件，但是因无强调因爱发展这石化工业，对啊，因为石化工业这个污染太严重，所以伊把这个专利较来授权咯，较落后国家，譬如讲台湾，还是中国，还是韩国去生产，那么污染留伫恁台湾还是韩国、中国安尼。啊！伊较阁甲你精品买倒转去，挂因个马骨，卖出去即个附加价值拢因赚。啊！咱台湾人敢若赚3%、5%个即个工资，结果咱污染石化所造成个污染吼，包括咱台湾人个空气污染、哦环境荷尔蒙对咱人体个损害，永永久久哈。啊，迄个澳洲嘛，同款。澳洲因伫这个塑胶工程的这个材料，因嘛是拢足得有专利。啊，你要看澳洲这个国家是咱台湾的百几倍面积，但是因嘛是同款，拢授权予台湾还是韩国去生产。伊这个澳洲这个国家土地是台湾的百几倍，因都舍不得污染自己的土壤。因另外因对环保遐重视，但是咱台湾就是因为中华民国流氓政府因是过客心态，伊就想讲这地毋是我永久要居住的所在，甲你污染破坏掉，伊心袂，伊心袂痛。但是咱土生土长，咱本土台湾人，好吓的，咱永永远远咱的子子孙孙要住遮。所以咱家己台湾人若无站起来吼，来反对目前即嘛即个流氓政府，伊用过客的心态咧管台湾，无永续经营迄个心态，吼，这足严重的。所以咱台湾人，那以后咱民政府执政，一定爱甲改变即个状况就对了吼。这个粮食甲国家安全。咱即马来想讲，咱以前来读中国的历史，其实中国5000年的历史是无遐长啦吼，差不多3000年啦。但是因这3000年就是拢战乱史、战乱史，拢为着争权夺利，为着粮食咧战争。只要因若饥荒，就绝对战争。大家咧无通食，就去做土匪。啊，土匪若加了较大群，甚至把迄个政府兵掉，吼、哦。啊，所以咱这粮食的安全就是讲，像咱台湾，咱粮食目前的自给率大概敢若32%尔。啊，剩那边啊，剩拢进口嘛。啊，因为即摆少年呢，伊拢食西方的方式咧食物件，拢食面食、食面包，啊，即类啊去。啊，所以那米食就食较少。但是你有想到讲，万一咱台湾隔壁迄个罗马，中华人民共和国，那为着要摕台湾，甲你海禁，甲你布雷，吼、哦。那么国外船进口的粮食买入来就无啊多。啊，那迄个时阵，大概可能3个月后，咱台湾可能为着抢粮食就内战啊。哦，所以这。粮食甲咱个台湾国家安全，即足重要。尤其你早期吼，像蒋介石来，讲要反攻大陆，迄阵定咧讲战备粮。咱即马介石听来讲战备粮即句话啊吼，迄阵拢广积粮，哦，因迄阵讲啥物一年准备，2年反攻，3年扫荡，5年成功。哦，即句我拢来念了，定咧。我迄阵定甲咱讲安尼，讲连伊都要反攻大陆，啊，当甲咱骗遐久吼。
啊，台湾人戆戆啊，堪去做兵，啊，交税金互伊去乌白乌白开，吼、哦，武器买拢拢两个两个两倍三倍。啊，就我啉一下水。啊，真个流氓政府哦，无啥物战备粮个观念话。伊甲咱个农地拢，甲农产品饲予足个足俗个，予咱台湾人个农民种各种个蔬果拢了钱，煞大家拢不爱不爱去种植，煞敢若弃耕着对吧？哦，废耕嘛，甲即个土地租予即卖科技公司去用太阳能板产电，哦，即听起足好个，哦，即环保嘛。啊！你看隔壁本来是布条啊，吼，也是种水果的，袂好就租人去饲鱼啊。OK， 啊，你也想，万一伊若战争、海禁，啊，咱若敢若32%的自给率，剩的无通个食，这敢会当拆开一块一块落去补？你敢补会落去？吼，啊，所以这真大的隐忧啦，吼。啊！你看，啊，这废耕了，整个都长杂草，啊，甲藤蔓，啊，甲这乔木，啊，这若阁加几年，乔木阁较侪丛，都规片啊呢。啊，你若临时渐渐发一个讲，咱家己要重新耕作，你干那要重新恢复这个地貌来重种布条啊，就困难啊。你若无用怪兽种机械吼。你可能没有办法，啊，这足讽刺的。山顶咧采茶，平地咧农好个农地咧造林，吼、哦，这拢台糖地啦，甚至拢台糖地，吼、哦，啊，甚至嘛有一般个树林地，伊会当领这个补助嘛，吼、哦，你若有平地造林，拢会当补助。OK， 啊，即卖农业惯性农法就是讲。别人有咧除药啊，我若无除，我即区园绝对无收，你呐。遐若除药啊，遐虫飞过我即区，啊我若卖除，就许食完去啊。吼、哦，所以大家拢爱除，差不多。即个乡村若拢有咧除，差不多大家拢着除啊。啊，这真恐怖，就讲你注意甲看，即三个农民拢无做啥物防护，连最简单的口罩拢无。吼、哦，你若全部。你无挂防毒面具，无你嘛挂一个口罩吼，还是 N95 的吼，结果无呢？你看，这大家那像个无敌铁金刚啊，敢那人以前讲刀枪不入啊，这吼百毒不侵啊呢吼，其实这拢咧慢性中毒了，短时间你不觉得、啊？这肝为着要解遐农药遐化学的毒品吼，这拢活无解久，连咪得去断伊，所以先呐。长庚啦、啊，拢总愈起愈大间，但是拢急诊室拢无够。因阮爸爸之前捌第三届中风送去长庚，伫迄个急诊室住两天，我还阁找不到病床。你外口大家拢左人拢白甲甜甜啊，吼、哦。OK， 啊像这嘛造成大家拢咧喷农药，咱的空气中。就弥漫着各种毒素，哦，环境荷尔蒙，造成咱台湾人虽然你唔是农民，你同款嘛是输遐毒入去，所以是安怎病？台湾人伫医药上，迄、那个咱的健保局开足侪钱，拢大家拢去摕药啊食嘛，啊药啊本身嘛是毒啊，哦，啊你嘛就以毒攻毒，啊食食，咱的平均寿命就会降低啊。啊、你看，这海里啊，哈，啊，这三工就歹去啊！你下三工无食吼，我下三工无食，即条就开始歹去。这表示啥？这应该是较无农药哈，所以这个微生物、微生菌都较容易入侵。啊，你看这条，
即个下三十天阁袂歹。吼、哦，啊！你看安尼，咱来食多一粒，头拄啊迄嘛吼，嘿、哦、啊，就安尼你，所以你感觉吼、哦，你若去买顿啊，当然，迄、那个厂商你若第一届甲买，你买先个买较少个，甲下看卖。那三天会歹，表示讲，哎，即个较无用就农药，哦，迄、那个赶紧甲食，啊袂歹，也紧赶紧食完，吼、哦。哎、欸，来，即、這个我就是，其实我买差不多六七粒啦，吼、哦。啊，食甲袂记，你知？哎、欸，我下一礼拜无歹，往后我去观察，两礼拜无歹，我下三十天，过了较开始看有变色，吼、哦。所以我就知影讲啊。即下毒足重个，连遐虫伊嘛知影偏着讲，即有毒我袂食，嘿，啊虫都唔食，咱人去食对无？ Okay. 啊，你看即，哦，足水个吼，迄白种，即庄脚个白种，但你莫讲即是农民买家己起个，唔是，种都市人，因为十几年前开放农地买卖吼，你若唔是自耕农，也都可以买卖了。真侪都市的好业人去庄脚买块地啊，起个水水庭园造景，自因的假日休闲的后花园，哈、哦。啊，其实农村还是很破败，台湾迄个自涨价借来，尽量压低农产品的价格，啊，所以造成农村是爱靠因的囝去外口吃头路趁钱，当来补助。其实你若干呐，完全靠种稻啊。种啥物水果，绝对了钱，绝对拢欠浪费，拢去家己人贷款，到尾迄土地拢袂爱还银行了对啊。我正在讲，蒋介石因这流氓政府、这个军政府来台湾，伊安怎治理咱台湾人，让咱台湾人服服帖帖？啊，你咱就来看哈。第一就是1947年二二八事件。屠殺我們台灣的精英差不多30,000的，那麼這30,000的精英，他們是有計劃的屠殺，因為之前蔣介石就派蔣經國他們的這個情治單位進來台灣調查各地的士绅的名單，所以他們是照這些名單台，這些士绅就是頭殼較好 的精英，因為他們自己知道說因是三流的国家，要来管一流的日本台湾，因一定管袂好势。因为这人拢精英，拢有法度带领地方的人士，会当来组成一个反抗团体。所以因首先就计划把这咱日本政府开50年所训练出来的精英杀掉，有够恶极，嘛有够无彩。啊，因。1945年12月来台湾了，就开始搜刮台湾的糖、油、米、盐，拢运转去上海去倒卖，啊，去支援因国共的内战。所以本来台湾唔捌咧迄个粮荒，就是蒋介石来无外久就开始粮荒，因为伊家所有米粮拢运去倒卖嘛，哈。啊，所以造成台湾人的米价一直起，物资一直起价，甚至到1949年，因战败开始大撤退，伊用40,000换一块的新台币，咱台湾人佫较好个啦。你若有4,000,000，迄个用40,000换一块，你拄啊存1,000块。那迄阵你用40,000的人大好个人嘛，但是换落，伊就变散车去啊。啊！你大地主变小地主，伊利用啥物三七五减租，耕者有其田，甲大地主变小地主，伊呐，大地主嘛是地方的头人，伊本来有钱嘛会当叫人来反抗，但你要对伊要反抗，是毋爱分便当王者？啊！你即马变小地主吼，你连分便当的能力都无去啊！啊！你像这三个。精英可以领导反抗，伊甲你杀掉。啊，你做生意人本来盖好起来，40,000甲你换一块，你嘛无钱啊！你无钱，你就做无头路啊！
大地主变小地主，吼、哦，这三个有领导能力的人拢差不多抬一抬，吼、哦，啊，甲你说寡财务，说寡财务去啊。OK， 啊，若抬不了的，后壁继续白色恐怖甲你强压。你若讲一寡无下伊听，吼、哦，无照伊的政策行的，继续来关，吼、哦，来抬。好来，啊，过来，伊利用教育，甲咱移民政策，你啊看，伊来就讲，哦，咱是台湾人，嘛是中国人，用安尼甲咱骗，讲咱较早台湾拢是广东、福建遐移民来的中国人，其实无影，其实咱台湾这个马偕医院的这个林玛丽，哦，伊专门咧研究人类学啊，甲咱的血统学。研究 DNA， 伊去年出一本册嘛，哦，我们流着不同的血液，就是讲咱台湾人85%的人，你甲抽血回起来，伊85%以上拢是原住民的基因，汉族的基因占足少。因为你啊想，第一次大移民来台湾呢，就是郑成功，因迄阵大概25,000个。但是拢是军人较济嘛，除非高级军官因较有带家眷，无拢是男生来嘛。那么你查甫来到遮，你要娶某，绝对是娶平埔族原住民。啊，你所夹来生的迄、那个囡仔，着50%的这原住民的基因甲汉人的基因。但是伊后代若阁娶原住民呢，着75%着原住民的基因呢。汉人剩25%尔，哦，所以一直稀释稀释，所以咱其实全台湾大部分拢是南是平埔族的基因，就是高山原住民的基因哈。而且伊安尼甲咱骗讲咱是中国人，我记咱小学的这个作业课本后壁就写“做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伊就底下一直甲咱写呐，好，啊，就甲咱讲咱是战胜国。讲咱拢是战胜国，咱80年抗战，其实咱是日本的台湾，当初是跟中国中华民国咧修建的嘛。但是台湾人迄阵就讲迄个，讲咱是战胜国，原底是战败国，足惊吓。哇，这即马中国遐唔代表哪款处罚，唔代表哪搞糟蹋。啊，就宣布讲，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打胜仗，啊，大家都活过啊，这打胜仗会当抬头挺胸啊。安尼甲咱骗，本来是敌对，煞变他们斗阵，煞变同盟去啊！啊，而且就争论错乱嘛。你煞认同他，支持他，投票给他。你看咱即个马英九前四年做遐歹，但是是安怎？伊还阁会当用689万票赢蔡英文赢80万，这对咱家己身份错乱嘛。诶，支持敌对的迄个对手 ，OK， 哦，啊，你用假民主选举，你看，即敢若咧走100公尺，国民党是伫50公尺遐起跑，咱伫起跑点，咱袂正着输一输50公尺啊。先来讲，全世界上有钱的党产的国民党，第二，媒体95%掌握在他手里，他对事件的解释权拢他说了算。咱台湾敢若剩一个《自由时报》甲《台湾时报》，搁另外看的。但是总是这种小众电子媒体，你无看讲哦，郑鸿仪的头大话新闻，还是迄个民视的头家来开讲，迄种伤不了他，占整个媒体的百分比算少。所以伫这款情况下，伊会当买票白条啊卡，伊用黑刀白刀做下来，甲你绑架。咱才要选的啊，所以民主选举是假的，对不？好，你看这，奉令以40,000。一元折成新台币。好，你这么来个想，
美国有美金，哦，英国有英镑，日本有日元，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人民币。啊，照讲你中华民国，你来台湾，你要重新发行币，哈，哦，币值，你唔得用中华币，你还搁咧用新台币，表示台湾唔是伊领土嘛，哈，哦，因为伊唔是伊领土，伊袂使用伊国名咧发行币值，哈，哦。为只我来当看做讲，中华民国没有拥有台澎的主权。这外来种植物救真侪台湾人，好，哦，你看，1949年四万外一箍，足侪台湾人无钱通啊买米，只有去买较俗个这番薯，啊，哦，这个番薯救足侪人，尤其因为番薯，它你若旱季就旱灾的时阵，番薯免伤济水，你若水稻就爱水。水稻若夏季种了，啊若像南部中秋节过就无啥物雨，就爱种这干粮，或者杂粮、玉米的吼。后来你即摆看，外来这拢，这叫做番石榴，啊这番茄，这番仔姜，这番薯，这番麦，这番仔花，外口来拢叫番。这拢好个啦吼，这拢对咱生活上真大个帮助。但是外来拄好一个歹，叫做中华民国外来政权，即外来吼，拄好干那一个歹呢。OK， 好，啊来第二个主题，来讲绿美化植物加这个果树个介绍，树葡萄哈。讲加包裹顶多较少人知影，加包裹伊拉丁个迄个学名是加包提卡吧。很難記的，啊，這不然就把它給吃飽頭前，出頭前那兩個音嘛，啊，有的也記不起來，我說，啊，不然這樣比較好記，吃飽吃飽吧，你說吃飽一塊肉，好，這樣你就該好記了，吃飽一塊肉，啊，這個樹很好種，你如果種幾次，自然就差不多變高了，還變胖，啊，這，它在換葉了，這剛才換好，很脆綠的。你若讲，伊咧落雨，差不多一礼拜就拢落完，啊，过头一礼拜就规个拢发安尼出来。所以，伊这个树吼，佫拢免除药，我种30年啊吼，毋捌除药啊。当然有病虫害，有毛毛虫会去食，但是食剩的就咱的，啊，所以我种30年，我拢无除药啊，哈。啊，这是乌开伫盆仔顶要出落，啊，像有一个新的品系吼，这大粒种的，你看，敢那伊的枝条差不多这3倍至4倍，好，啊，这细粒的，伊生起来差不多像个5块至10块的迄个银角啊，吼，啊，这大粒的差不多像安尼，差不多50块的，吼，啊，这伊开花的情形，伊为头部就开始开，袂了去。啊，这香味足特殊的，差不多伫玉兰花含桂花的综合体，足香的，一丛开就足香。但是你敢知影我种300丛，做伙开发生啥物情形？啊？你会讲香死人吼？唔是，臭死人了。香到一个浓度像太浓，它变臭。而且我第一间，我嘛讲。才会跟那臭安尼，前一天开一束啦，伊这个发开吼，伊拢讲好个，3天来做伙开，嘿，很奇怪吼，嘿，做一间开花，迄个早起来，太唔对，太臭臭，直直看，哦，拢，啊，拢迄个蜜蜂吼，拄啊安尼咕咕叫，迄10几年就吼，农药迄个药害也无遐严重，即摆蜜蜂减足少个。以前的蜜蜂，你敢那甲赶袂走呢？伊讲啊，我的食物就是只，你要甲我赶一堆啊！我伊花粉哦，大家都香啊，这种接触的花粉。啊，伊这个本身是堪鸟巴拉港科，巴拉，就是桃金娘科。哦，你注意甲看伊的花堪鸟巴拉港款，哦，
但是伊无讲，就是讲它是稀有的干生果，它未树干开花出来。你看白带花是开伫个莫沙花啊，吼，叶外背啊遐。啊，伊含莲雾嘛共科，哦，你看伊莲雾花嘛是差不多是这个。啊，这是本来就绿色啦，啊，开始要变乌，就是特别成熟啊。一般啊，花开35天后的成熟。OK， 好，这另外这灯乌啊嘛。完了，哎，这吼，他们要把它赶快也烫壳，伊那树干在长大的时候，它会脱皮，他们把它赶快。啊，伊这叶啊较细，有得样，叶啊差不多大拇指，啊，咱要把它叶是较大嘛，哈。啊，所以迄阵中西进入农村有来搞采访，我介绍讲人咧种菇啊、生菜瓜，我种要把它生葡萄。啊，现在搬回家吼，哎、欸，无人客来，我拜搬回你家，伊讲，嗯，要巴拉味，明仔搬回家，伊讲有熟客的味，搬回家，伊讲有山竹的味，啊，有讲百香果，我拢听六个口味啦，因为它不同时期的成熟度，那個、味道会变，因为你若较青，你要巴拉味足重，所以伊讲，嗯，它有要巴拉味，啊你。甲挽这叶啊，甲蕊蕊，你甲片，你要把它味。所以我讲，种要把它先破掉。吼、哦，啊这，敢那乌金吼、哦，又黑又亮吼、哦。真正足好食，你若甲老家差不多第九工、上八工甲九工上好食。啊，你若像要我冬天迄批生吼，伊袂落了，伊会伫树干，你若拢无甲挽，伊会伫树干打补伊，爱甲食。有迄个葡萄酒的味道，我上爱食迄款，甜个香个有迄个葡萄酒的味道，上好食。嗯嗯，你看伊这是从头部根部先，啊个头拄啊顶顶一个，而且分两界翕吧哈，一界翕袂着，啊这细仔长啊来生个，为头部就生到背溜去啊。好、哦，咧一点嘛，敢那树葡萄哈。哦这只印尼中国大麦丁，这就是我有一天奇怪，我的树葡萄它的这个高度拢无伊，因为我若早时起来，我拢甲放开，互伊去放晒日吼，啊了较起高啊嘛。哎呀，太最近看，它拢出来拢遐久，迄阵就是树葡萄咧生。结果我发现，我最近看，讲就是拢伊走去食树葡萄，食半包壳倒转来了，对个。结果伊是到尾啊，即卖迄体生偌济只，你知无？互恁要，有人要个对无？哦，无啦，无遐济啦，比都要低无个。哦，生16只啦。16只吼，我用一个盘吼来算讲几只，一、两、三。啊，即马我安尼掠过来，哎，有一爿佫甲我夹倒转。我伫遐算半点钟，算袂好势，算袂出来到底几只。到尾是趁伊咧困，甲算16只。啊，所以我想讲，这树葡萄一定足营养的，足侪好个迄个维他命的话，加一个矿物质。啊，所以呐，啊。我来讲巴西原产，伫个圣保罗加里约热内卢的迄个高原，大概800公尺的高原顶端，足济个巴西，遮大丛。树干上大，差不多像电火条安尼。啊，因干那侧枝就像电火条啊，大枝啊。啊，足好种，我迄都种伫冰冻边的。唔是，我是。咱个农事，夏威夷去巴西引种来，伫夏威夷种甲生；啊，咱个农事所去夏威夷引种来，种伫嘉义迄个农改场啊，种两丛，啊，其中有一丛，两丛拢有生，但是其中一丛有一个大个风台船淹倒会死去。啊，伊第一批遐个籽，大概350颗吼，送去伫高雄，迄阵也无高雄也无劳工花市。伫大通百货公司对面一个迄个中央公园，伫遐因
每个十月份拢有啥物光辉十月有无？底下龙特产品特卖会十天，我第一天去就甲买十几张，啊交换名片，到第十天以后啊，看者我要等于家己啊吼，啊要存三百张，半价卖你得啊，本来是一张大概十公分高，六片叶子150块，三十年前，足贵啊！那一壁纸头即卖四倍至五倍啊，好，150块，你那四倍就600块呢。一张即卖十公分600块，那真叫你买，你可能买袂了。那我阵那在你们讲讲，可要半价，一张80块，24000，啊好啊，总甲你买啊。就是头拄啊生价吼，迄就是啊，迄无心插柳柳成荫啊，好。啊这吼，我咧想对这个不孕症可能有效。好啊，所以恁女生哦，要食爱控制哦，你莫食只生五六个。你若莫讲生五六个，生三个，你著两只手，啊第三个莫要抱大腿啊，吼。好，好用啊。你看，就像这拢要食的，这高度这个高度拢要食，光光 ，OK， 哎，有，所以唔是人爱食尔呢，连狗也爱食呢，做好办的啦，啊，都家家安尼啊，啊，进网路上是150块至250，啊，阮伫大概20年前是一斤500块，饭店咧卖。迄阵我会记讲，我有一个朋友，伊有去迄个外贸协会去展示的时吼，有遐一粒果10块，安尼你甲食了，只爱去配型伊啊，伊只要去点啊，哎，哎，无错，迄只无卖你啊，哎，拄啊像神秘果拄出来同款，嘛是你只爱配型。伊不爱你等于繁殖啊！伊要卖仔啊嘛吼！好、哦，来今麦来介绍三月樱，吼、哦，这朵朵是兰花，每一蕊敢那像兰花有个花瓣，五个花瓣。伊含苞的是红色的，好、哦、粉红色，嘿，啊愈开愈粉红愈白啊，到规个白的时候要下伊啊哈。OK， 你那现场看佫较水，啊来，这种唔着品种的。敢若花开大概1/10吼，1/10拢叶啊。咱拄啊，迄大部分拢是花嘛吼、哦。这是已经拢咧谢，开春开始叶啊要出来啊。花若叶啊若出来，遮就无要谢，要谢掉去啊。吼、哦、，OK。好、哦，啊这去年《自由时报》跟《民众日报》有去采访嘛吼。有人去阿里山看烟花回来。佫看了报纸，佫走来我遮看。哇，潘姐，你毋较早报咧吼？阮顶礼拜拄仔去阿里山，赶到要死，佫看也无开你这遮水。讲若较早报咧，伊就免去阿里山。啊，这足好个就讲，伊花谢了，谢了，差不多三礼拜，伊就发个足茂盛个绿色迄个叶啊，拢出出来，啊，就会当遮阴吼。啊！伊，这个外来品种，这我听贸易商伊就讲是，伊不爱互你知影确切地点。伊讲这是印度白宫因较早的皇宫内底印出来、选育出来。伊这是这个枝干，伊拢往外一直开、一直开，开到末的是安尼，足大趴安尼规抓，大概差不多3公尺长，3公尺一长，规支安尼长长。啊，这个就国外的翻译，因这国外伊种较久啊，你看开到遮大。啊，因为我拄啊种第八年，所以它会还愈开愈水愈多啦，哈、哦。假以时日，我来像安尼开遮大片。OK， 来看黄金果哈。啥、啊、叫做黄金果？因为伊个皮衫是黄色的，啊，佮金丝是发亮，所以佮号黄金果，真好听。啊，伊拉丁文是 Abiu 啦，哈、啊。爱后人翻作音译爱蜜果阿比乌。OK， 啊这，迄阵为
新加坡进五丛入来，啊有一丛种伫外口的农户内底做田间试验，啊，阮就是为啊迄个加威来插，哦，这就是我第一代加威落来宝藏，大概今晚啊有半支电话跳啊大歌，啊，迄丛宝藏哦，已经遮大棵，四当前的记录就是伊一年内底差不多生2500粒一丛了。所以你若种，甲你老爹种一丛，你都食袂完啊！你都爱分互厝边隔壁食，吼、哦。啊，伊个厝边树皮你甲用圆珠笔甲写字，大概三分钟氧化了，遐字就走出来。吼、哦。啊，伊阮左囝都甲树葡萄，含些包做伙，啊，准备要送互伊男朋友。啊，哎。啊，这大粒种个。这一粒头一斤，吼、哦，啊，头拄啊，迄个算较细粒种，但迄个细粒种比较有风味，啊、哦，伊风味较好，吼、哦，较芳，啊，大粒的都软，较无芳气，较无遐好啦，吼、哦。来，报告大家，全世界上好种的水果就是红龙果，嘿，果，无这红麦的品种，吼、哦，啊，我甲。做草生栽培啊，哈，因为这个树啊，哈，嘛，这个红萝卜哈，它是类似沙漠植物，伊种耐旱的，但是它还是需要水分。你若有水分，伊就活到足好个哈。啊，伊个根是气根，所以你若个草啊，饲好好，有一两尺的高度的草啊，伊个根就袂种为土卡落去。都拢伫表皮、头皮呢，你若施肥，它马上就吃到，哈、哦，所以可以很快就吸收养分，哈、哦。啊，这我朋友讲，他就把整个草通通用农药喷死掉，遐根呢，不得已他就只好钻到地下去。啊，你若施肥伫顶管要食会到，你得要搁有落雨，你得要搁有做自动灌溉。啊，这偌趣味呢！以前我拄仔咧种，我摕仔啊买仔啊倒来种，阮大哥甲种唔着头去。本来这爱草上啊，伊甲种安尼，结果嘛是为遮发根落来，无死呢。为顶管发啊，你看伊有厉害无？看伊这个生命力有强无？种倒病伊嘛咧发根呢。啊！你甲下日涂骹，伊阵规个拢放紧落，嘿，伊要湿气，伊就紧就爆出来，啊，这伊花苞都出来哈，啊，这个暗时啊翕的啦，因为伊暗时啊八点开始开花，哈，啊到明仔载八点就谢去，唔免，这个啊交花是较好，会拢较焦大粒，啊你呐自然。你把它搞的你有种吼、哦，免啦，你八点开花就会当，八点就开啊，八点开就会当在收的。啊，你这个两个发智慧吼，应该这个爱其中一条爱慢掉吼。啊，你把这个切掉，这个会当在做蔬菜，伊个切到幼幼吼，煮鸡卵汤，煮连看羹，因为伊有植物性的胶质足丰富的，吼、哦，所以这营养足好的。啊，你看。因拢讲好花开做一届开无，迄足奇怪吼。好啊，这个是子蕾啦，啊，这边啊拢雄蕾，伊只花粉啊有落入去这个，就授粉完成，就会结大粒。好，对。好啊，罗根梅，这个罗根梅伊一个好处就是讲，伊只要出新叶拢红的，哈。啊，这个光爱看下无，即搭看下，啊，这拢红的，啊，另外这边拢边啊拢绿色的。啊、所以有人六七月朋友带伊个朋友来我个园啊参观，讲：“哎，潘先生，你个枫叶来这个时阵咧红，一般拢是秋天十月份、十一月份开开始红哈。拢、哦、唔是啦，这是叫做罗根梅。啊，伊个果完啊好食，但是拢鸟啊先食喏。伊当红吼、哦，咱人去食涩涩，但是鸟就开始食。啊，咱人要食，就当个像树葡萄反乌，较会甜个芳。”但是鸟啊，看红伊就食伊啊，哦，都爱藏伫许个下骹，鸟啊看无到的吼，伊啷个有法度食？而且伊冬天拢落叶，哈、哦，啊开春就规个
出身了规丛拢红的哈。OK， 好啦，介绍红花枫林木，啊，这绣像个绣球安一团一团嘛，真水哈。但是真可惜，它的花期太短，差不多十工尔，第七工开始一直落，到三工后第十工就差不多落了呀。啊，咱拄啊看迄个三月樱哈，平地樱花，花期大概五十天，哦，伊个七倍，七七四十九哈。OK。啊，这张是我送伊个哈，啊嘛开甲足水个哈。好，啊，咱要种好个水果，有即三个要件哈。第一，优良个品种，啊，比如讲像上好种个迄个红龙果，我正常要出去讲，要知大概十一年前，我去甲你买，你拢讲你个上好，我甲你买过，啊去伊啊嘛讲啊你个上好，我拢买高个品种，结果。一个上贵的迄个品种吼，伊差不多笑一至笑半就卖250块。啊，我甲讲好，无我甲你买四百支，十万块。伊讲四百支无卖，我话晓摆呢。伊讲伊的门槛就是爱五百支以上靠卖。咱无多，咱就为了讲买看有好的品种无，较艰苦嘛甲买。结果平平安安落去种吼，他同样的施肥管理。浇水的，拢拢统一同款哦，都伊个吼上奇怪。我甲买一个品种种出来，变头五种，吼、哦，后圆个，后长个个，后粉红个色个，后乌豆红个，后迄个鳞片是45度个，后迄个豆个。我整一人安尼送去果菜市场，伊个是啥物品种安尼，甲你嫌，啊，价钱甲你拍作低啊，所以迄个我转去。去年慢慢的，我就叫阮大哥全部废除，拢甲扑掉。到尾啊，老头拄啊，迄个翕相遐吼，迄个前年甲古过去迄年，我朋友甲我原来买我这个仔后，伊比赛冠军，连续两年冠军。啊，偏偏有甲我买，伊无照我的方式来管理，就作歹食。所以讲品种。第一个，你品种爱对；第二个，你的施肥管理爱对。另外，迄个讲种了歹只，我就是讲我要甲加工免他施肥啊。啊，伊自认为他很内行，无要接受咱的建议的对啊。啊，所以伊价钱拢卖袂好。好、啊，后来是水分管理，你若要好开花，你爱甲限制水分。好、啊，植物伊嘛有迄个敏感度，就是讲你若甲科水好打。伊有危机意识，讲啊，我得要用打死伊啊！我爱赶紧开花结果，传宗接代，吼、哦！啊，所以你用控制水来甲骗对吧？好、哦、啊，甚至譬如讲像玉荷包，玉荷包较早拢无通个修行啊，尾也是安怎呢？是有一个迄个助心虫，拄好伊甲迄个花吼安尼甲箍一连，佮留一片啊，无箍着，啊，底要加减会送水去。本来是100%可以送水上去，现在剩1/10的送水分去，哇哦，那花生到剩的都没生哦，同一种哦，啊，这农民就奇怪，这发生什么事情，他研究，哦，原来就是虫把那个树皮那吃掉的，剩一束啊，上水，按照等于控制水分，只有十分之一的水分上去嘛，哈，哦，他就知道，然后他现在开始他就用人工方式，隔年他就用机啊，甲固哦，剩1/10，哇，拢生，哦，伊就赶紧喂篱笆，无人知影。啊，农改场吼，都原来研究无着对啊。看，即摆市面上开始有人咧卖药包，啊，阮拢见生着几粒啊呢。头八枪啊，过甲头冠去互掠着。用歹势啊，阮哦，都农改场哦，啊不。几啊年拢补袂出来，啊！你是安怎用的？他有法度生只济安尼，就对啊，要来甲你偷看。啊！你看水分管理，伫迄个台道吼，阮、哦、南部人吼，种作伫迄个九重阁、卡祖拉，迄拢无人压水哦，好花比较作水。啊，阮隔壁种伫个伊个厝头前，三五只那个泼一下水哦，哦，枝条花都很茂盛，袂开花。他就是因为逐工拢有聚糖浆，没有危机意识，伊免开花嘛。哦，所以你若要开花，爱控制水。同款，
没有结果，你爱先开会嘛，无开会来结果，哦，所以你爱控制水哈，同款意思 ，OK？ 啊，甚至像南部嘛有人杀公水啊，甲头部遐公河破，和水上袂去，南部就会生足济，啊，这就是水分控制甲欺骗，讲他开始要缺水了，要赶快开花结果哈。啊，你唔好规个拢甲公派呢，你当会死呢，你啊留一丝仔水好去了哈。我即句也无讲，恁当讲公司啊。好来，啊，即马有时啊，大樟树啊，吼，咱好个树啊，好个水果，好个品种，讲哇，啊，即马要起一间厝，大只，要甲毁掉，拍算来甲移植哈，啊，移植都要有一挂技术甲工具啦，哈，这几个工具，啊，传统个就是讲四五年恁拢先挖开，中卖挖，吼，然后咧好适应，大概一个月后，即下根系即下伤口人。拢开始愈合啊，安尼一定得一定移植了哈。啊，这是树葡萄，这树葡萄靠移植，所以阮挖浅浅了尔。好啊，大概也是看时机了哈。那开春时直接挖就直接挖出来，唔免阁断根，等啥物两礼拜还是一个月拢免。那到时那开春大概二三月份，农历过年迄个时间来，伫我屏东遐，随时你甲我订落订单，我会当随挖互你哈。OK。啊，这三月樱啊，平地樱花，因为伊个叶啊足多吼，剩这条土条，因为它本来100%的根系在外面，你即马甲断甲存，可能只有剩下1/20，伊要靠这个水分供应吼，无够水，所以会枯萎，所以我留一条根吼出去外口食水，这个敢那一个吸管，出去外口输水食吼。啊，这个上好就是讲。你若有断根，你爱滴灌系统、自动灌溉爱经过遮，逐工爱滴水，吼保持。伊若树大个，咱着搁供应给树大个，咱搁电脑控制供应给他啦，吼。啊，这是那万一你遐土质较沙，伊个土会坏、会散掉。若破掉个，这个成活率就歹啊。所以若遮土质若较沙质壤土吼、沙砖，你着爱边啊用大块贴布甲封起来。卖要破掉伊啦，哈 ，OK。我像这都已经包装好，要用吊车要吊出来啊。啊，这是另外一个移植的迄个方式。伊这个吼，一捧一捧，这两互根走出来，所以你免像头拄啊遐包装都要去拆掉，这个免。啊，这都同款啦，哈。这是第一个，因为这个新的品种的迄个三月樱，真侪同行的毋捌买过，伊讲。你先搞断根，断到等这个剥新叶出来，确定哇，吼、哦，这个剥新叶哇，这种剥新叶，吼、哦，伊讲哇，安尼伊才要调查，吼、哦，你才要派车来调，吼、哦、，OK。啊，这赶快这树葡萄，哎，这买外销的哈、哦。好，啊，介绍自动灌溉，哦、我先来讲自动灌溉的控制系统哈、哦，有像这个传统式的24小时的这个定时器，还有呢这。编辑机去喷15分，有时啊伤久，就做水灾啊，吼。所以啊，搁一个分限流器，就是会当控制讲为10分钟至35分钟，吼。啊，我这里即马甲定伫大概7分半，应该是7分半，这个闸嘛吼。哎、欸，我甲定7分半，这会当控制得了哈。啊，这吼，感官这叫做这类比式的哈，传统的，好啊，这个微电脑式。这数位式，这个是以色列雅典哈、哦，这个系统。啊，这是美国 Rainbow 哈、哦。我较建议用这个，因为我用这个上好用。这个要教一般农民足好教，就是讲，你拜到礼拜，你每一工要喷来噻。啊，你要喷拜，要喷拜啥，哎，再控制。哦，哎，一定分做6区，1、2、3、4、5、6，就是讲你若有6分地，每一分地甲分做1区，啊，每一分地种的物件无同款，伊的蓄水量无同，你着用时间每一区甲，这个定5分钟，这10分钟，这15分，还是这个3分钟，拢会当控制。啊，这1、2、3就是一工内底，你会使叫伊喷三摆，会使喷，尾仔喷，还是半暝仔喷，吼。再过一个百分比，那。你本来调伫100%，啊，若夏天较热，食较侪水，你会使甲调到190%。
啊，那冬天无啥会食水，你甲调来50%，你都免大家大家过去调整，你用百分比来控制，足够控制。啊，那佫上简单的叫一个，两工喷一盖，三工喷一盖，五工喷一盖，还是逐工喷。这招够好用，这后盖你若无买这招，你会后悔。好、哦、，OK。啊，来讲喷头，我只有，这个叫做微喷罐哈、哦，这个大概。噴出來直徑大概只有30公分，一邊噴15公分啊，這個直徑可以噴6米、哦、啊，就是一邊噴3米，三米你才噴的這噴到壁那、哦、這個是小喬木的作用啊，你如果大喬木還是大面積的就要到这支，这支的喷的直径15米，一边7米，满头只喷到壁，喷到壁安好。OK， 啊，这拢有防辐射，这已经10几年也袂歹。但是有来到咱台湾，这以色列者来到台湾，有一个缺点就是讲，这个喷的是会死，吼、哦，内底有齿轮带动。啊，咱台湾有足侪昆虫，尤其有一种蜘蛛，吼、哦，伊看到这叮当啊，这动物，等你停，走给你掠。伊用滴水机甲你拍拍咧，哇！等你明仔载电脑讲爱喷水，哇，袂使啊，拄啊剩喷2点，这两日拢水灾，剩个旱灾。所以阮就甲以色列反映，啊，以色列就发明防虫型的，伊这若要喷的是水压来拍开，会跳开 ，pop up 哈、哦，喷喷的 ，OK 修改，干么的？蜘蛛就搞不赢他了，哈、哦，嘿，好、哦，这钢管。也嘛是 pop up 跳开，喷喷的停了，修改干的，保护起来哈、哦。OK， 这个防虫型的，这个嘛防虫型，爱用这个颜色来区分也出水量。啊，譬如这个是1分钟出水250，一小时出水200公升，啊，这个红色更300公升。用颜色来区分哈，啊，这个紫色的大概250公升啊。来，啊，有时啊，边边顶山啊，哦，那有搁较好的品种，咱啊改良嘛，啊，还需要这些工具哈、啊。啊，一般，这是标准日本的切切刀了哈、啊。啊，这是多用途刀，有刀啊，有锯啊，啊，有米尺哈。啊过去咱一般啊拢用电锯胶布来封哈，啊，即卖日本有发明即款叫做石蜡胶木，即个防水、佮透气、啊延展性佮管，吼，一定要足宽，一定，嗯。来，你看，伊即卖就用即个石蜡胶木包，哎、啊，包了就好啊，你拢免管咧。啊，伊即个牙点伊会突破迄个石蜡胶木。啊、我这把石蜡胶毛掏开给恁看，其实伊个节点短短尔，大概2公分，哈、哦，伊就一定改良品种。啊，这本来是黄金果细粒种，甲接这个大粒种的，这以后生就是差不多1斤迄款了，哈、哦。这是做改良品种，哈、哦。啊，这山羊同款，哈、哦。但是山羊伊就是，这种是土卡嘛，哈、哦，所以养分的供应足紧的，这个一个挖，吼、哦。量足远个，量要4-5尺，安尼是吼，你若起一个风，伊会为只裂开，所以咱着爱用电锯胶布，石蜡胶毛封好了，电锯胶布搁啊封一个保护起来，因为这韧性较强韧吼，风太要甲然后裂开着较无可能。但是若活材料，你着爱甲切落开，啊无伊哦，就按棍要缩着哈。OK。啊，你若感觉你技术无介好吼，你上好一概接2点嘛哈。道理是像这个接2点，万一这个接无过，这个有过，马上成功了哈。OK， 啊，但是下骹旧的品种这搁薄的，这个都要给去除掉哈。啊、来看看我的远景，好、啊，而且我着种3月樱啊，加一挂迄个罗庚美，好、啊，因为出新牛郎哈。啊我是伫南北大武山下骹，我遐拄啊离山区大概11-12公里，啊离东港的海边啊，
陀螺的故乡，嘛是12公里，主要伫屏东平林的中心点哈。啊，你有看椰子树，这都有点南国风味。啊，你看这三月樱啊，开都叶叶啊拢发出来了。这内底跟外口温度差到5度，哦，你入内底就继续凉。而且原地有长我的砍棒树啊，卖掉，我搁种，搁补种一丛落去。啊，所以咱这植物拢有病虫害哈、哦。你看，即我好不容易有一个新的品种的山啊接过啊，结果有蛀心虫给你救歹，哈、哦，这都无错。这嘛是蛀心虫给你吃掉的哈，伊拢该食新的幼幼的叶啊。好，咱即马来讲这个。金宝来着，这个大概30年前哦，足好赚的，第一批人拢赚着钱。我其中一个朋友，伊就是算第一手的，人进入来交互伊。伊30年前伊就驶进口车，雪佛兰的迄个进口车。伊讲伊后斗，那第只个金宝来安尼掉甜甜，就会当出去卖嘞，搁买一台车。足好赚，但是迄阵因就是讲，哦，法国人咧食迄个螺仔肉，吼，拢足贵个嘛，哈，啊，就去中南美进食个。结果伊毋知讲咱台湾人个喙齿足赖，咱算食食爱食好食个，食惯去啊。因这肉许烂烂，咱食袂合，所以大家就弃养乌白蛋，等到满世界。啊，伊这物件足恐怖，伊一年一只母会当生8000粒个卵。啊，即马一直传吼，伊见青就食，所以头拄仔咱看迄第一下迄个水田，拄着这拢要食掉。啊，所以政府农委会就开足侪钱，一年拢开10几亿，迄阵叫农民用药来偷，啊药啊佫足毒个，啊所以造成台湾生态浩劫。就是讲，第一伊食掉咱的农作物，第二咱为着要防止开足侪钱买药啊，迄个偷，遐药啊嘛是。走去土壤，走去咱的环境去，哈、啊。啊，这就是海关管制无好，就是用刀招输入来，哈、啊。好，啊，你看看，去年3.11日本大地震发生核灾，福岛核灾，美国随，迄阵中国第一个撤侨，啊来美国发布撤侨，但是美国撤侨那也无撤去较近的关岛，还是夏威夷，那也准走来台湾。这 AIT 的官员吼，你看拢派 AIT 的背心，因 AIT 家己伫桃园机场，家己设海关。海关代表什么意思？海关代表一个国家主权的行使嘛。啊，中华民国海关靠边站哦。迄阵吴敦义咧做行政院长，伊就讲，啊，是毋是阮海关来甲你斗相共 ？AIT 讲唔免，阮家己处理得啊。啊，这代表啥意思？其实真正的老板卡是美国嘛。你中华民国只是被美国委托的一个台湾的管辖治理管辖者嘛，哈、哦。伊伫台湾关系法咧内底称呼即嘛，即个叫做台湾治理当局，伊无咧讲中华民国。哦，因台湾关系法界定落就是已经甲中华民国流亡政府。虽然还在台湾咧管台湾托管，但是内底名称已经改成台湾治理当局，佮包括以后继承的台湾治理当局们啊 ，authorities 啊，就是以后有改一个，当可以替代目前这个就对了。所以咱台湾民政府就是准备要来佮接政权哈。好，啊这。天牛食的空，足细空的吼，即拢像比针较大空小块。但是伊有法度甲长大长的三月樱吼，平地樱花甲伊食死。这就是新点天牛的幼虫。OK， 啊，这青虫，这见青就食，所以伊食的伊身体嘛是青吼。你看，伊本来甲这规个拢青拢食甲变白个，吼、哦，原底爱这种色个，哈、哦。啊，这是我若想讲吼、哦，我不爱
厝农友，我要来种有机的高丽菜，去啊种到不得不吃你看，只有一只人，只只你看，这两天无去顺尔，就要食安尼啊，足辛苦的，足费工的。你若讲要用，无要用虫药哈，无要喷那个除虫剂哈，就要食安尼。比如讲你透早就爱起来吹，去掠嘿，啊，这就是凶手啊。所以我买啊，看看吼，原来来种迄个菜市啊紧，吼，摕新台币来遐换啊紧，无简单要做有机的无简单。啊，来这你看这個保护色吼，你若无注意，毋知我即只是虫，啊，这嘛是天鸟，做细只，吼，啊，这有够细只，这可能全世界上细只天鸟，差不多像狗遐大只呢。爱甲救康啊！我都有发现有虫洞，我准甲注射甲医，遐真正有救起来哩嘛！你人安尼发甲天病病，啊！这鸡红天迄落像春象，这个因伫遮开会啦吼，这个主席啦，啊开说话讲，咱明仔要食对一丛吼，散会。OK， 啊，这风灾哈，八八风灾，我想哦，风台尾来啊，我想讲，这个 Y 字形者也要立位，我有只保护起来，结果天不从人愿，伊有只给它熬断，哎，对吧？啊，这台机全倒，像咧拍保龄球呢，全倒。啊，这个风台较小，就干那把叶啊吹掉的呢，树干拢无要紧哈，这个就没有关系。过一个月，他就各发帖啊，哈，就白露丝，对。啊，这都八八风灾哦，有大无大，你若看叶子树哪按得倒的吼，就表示迄个风灾足大。啊，这个就是隔壁，倒到位我再来，侵占我的领空甲领地，所以这变我的，吼、哦，所以我拿落就去甲扑一只甲食，吼、哦，现捞的，足新鲜。天足甜、okay. 啊，这种风灾啦吼，都个真严重啊！这个就人祸啊，是安那，我个空空的，伊都无迄个数据的空间，甲呼吸的空间，雨水伊若无个浇歹吼，雨水袂入去啦，啊就打死，啊无浇歹也无啦，内底无氧气，金嘛爱氧气呢，金会烂嘛死，这就是人祸哈。啊这个迄、那个，我头拄仔种个树葡萄嘛吼，啊，这个叫树西瓜，树西瓜的花啊，哦，啊，这个树西瓜哈、哦、，OK，、哦、啊，这个讲我做灰蛋莲雾哈，啊，炮弹莲雾，啊，今麦有较新的有做灰蛋莲雾 ，OK， 哦，啊，这个、我的工寮，我中昼时也只困中昼，啊，我知影早晚会拄到因只个牛鬼蛇神，所以我就下一个粘鼠板伫只，结果抓到。这足毒的哦，这走神经的，这要加着你干来爱困俩，啊那困里头，伊这神经就困里头无起来哈。好个，再我无要加着，无我就今仔无徛伫遮，别再啦。啊这，我的电脑控制箱我拍开要定设定，哎它也拍袂开，原来一只蛇甲你徛伫遮，我奇怪，平常时都足够开的，迄天那拍袂开，要求好个再无要加着。啊嘛好，加在无毒个，哦，啊，这只都足大只，这只涂骹还佫有一两尺长，拖伫涂骹。鸟喂，迄落啦，青，臭青木啦，嘿，臭青木，歹势啊，迄是蛇壳啦。好，你就是讲我遐敢咧，迄若活个无通互你直直啊，迄落我规身躯要被光掉咧啊。啊，这嘛是占领我的领空。这有这大黄蜂哈，啊，这给我抓落来。啊，伊的手拢像这独立安尼嘿。啊，这只有一个虎头帮手哦，哈、啊，这虎头帮手，啊，我着打电话给消防局叫人来处理。消防局就来啊，我讲
虎头蜂哦，吼，恁来注意来啊！恁遐无虎头蜂啦，恁遐一定是大黄蜂呢。你嘛去着，我报伊讲，报伊去看，两个去看，用两个外头做咧走。我讲是咧走安怎？用虎头蜂呢？哦，会安怎？定死人啊！哦，定死人！我甲你讲，虎头蜂你都唔信。哦，来，啊，毋处理者，啊，两个准摕你，像做遐撩头工。潘先生，潘先生，我今仔无带装备来，明仔载卡来好吗？我唔是卡电话甲恁讲，到虎头蜂恁哥遐轻敌，无带装备来。即马隔工，我来等你，伊佫卡电话。潘先生，潘先生，我今仔有侵入，袂当去。哇，免来免，我甲你处理。结果我滴个刀菜都刀等等啊，那个吐，吐落来，好、哦。这黄腰虎头，哦，这黄腰虎头，啊，这真正定死人，这囡仔许定死，伊个冷气窗外口做一修理只，结果囡仔拍开窗门，许虎头飞了中间，许妹妹真定死哈。啊，我遐生态袂歹啦哈，因为我只只是安尼食一只炸门的款哈，只只唔系啥物东东，看有人。昆虫系也知影无？吼、哦，啊，即迄个三月因个树仔顶迄个房价做个收个房价镜 ，OK， 啊，即吼、哦，今年恒春遐伊个人个厝内底冰箱有去警察国家警察队有去查着，伊个冰箱内底下十只个捕老鸟，加罚8万，哦、所以即一只8000，好、哦，即爱保护啦哈。啊！即我隔壁个一种玉米哈，啊，白露丝拢是遐蜜食。OK， 全台湾敢若即个，阮遐有即个蛟龙耗子，注意伞兵哈。因为阮遐有一个屏东个迄个跳伞场哈，迄、个跳高空个哪，迄、个啥物10月10日咧跳伞表演，高空个表演，旧年跳一个讲一个查某摆脚，迄就是伫阮遐练习啦哈，啊，了解伊遐跳。哇，这真莫有这，伊这重装备哦，这武器你莫要唔对啊！真正爱说伊莫要讲着。这上次伊要越冬，伊要过冬，伊啊藏在土脚，土脚较恒温啦哈。所以伊未啊多乌一半，啊未伪装好哈，啊未掩蔽好势。所以我看了我就该休个。你只我的狗仔囝吼，就许头多迄只，足大只只。这个上大只吞袂落，迄个载我去吼，伊赶紧吐形我，迄只蛇准吐，吐出来形我，啊，这着，即丛我讲，人带朋友来，讲要甲我买即丛，我讲无啦，即丛我的看板吼，我无咧卖，伊讲来判势，我车顶拄好现金40万啦，吼、哦，啊伊讲，看好唔啦？若好，你退去，啊，无够你阁讲阁天无要紧。我敢若3秒钟考虑，我就卖伊啊。因为你头拄看我遐，还阁几啊百张嘛吼。台湾人就是拢爱安尼，宁为鸡首不为牛后，拢拼第一名。你若甲讲这全台湾上大张，敢若即张尔吼，伊敢若惊你唔开嘴，讲要卖尔。你若开一个价，伊就甲你买啊！吼，啊，尾后我保证即丛嘛，吼。啊，即个凶手还袂找着，毋知是台湾黑熊啊啥安尼，甲我迄个树皮安尼咬安尼，害我即马叫我惊惊嘞。黑熊，咱若要有健康，咱爱有适当的运动甲劳动，吼。啊，若来种有机蔬果吼，啊，咱来食有机的产品嘛，对，卖喷农药啊，对身体嘛较健康。OK， 好，啊，咱今嘛来讲，咱以前，阮爸爸讲日本时代拢讲建设大人，足尊贵吼。流亡政府来了变建设，啊，今嘛来变建设啦，较细，过来变地无爱，连建设拢唔是啊，地无爱。过来讲呢，插头。过来讲合法派遣的流氓，啊，咱民政府来起来吼，咱来重振
公教人员、啊、警察人员这个威信、啊、你若用服务的精神公平做事，大家就给你鼓掌给你鼓励嘛、啊、你威信才会做起来、啊啊，咱即马以前日本时代有离婚政策，咱即马有一个新离婚政策，就是遐个流亡来遮个遮个犯，遐外来吼，遐个犯，我们要把他当人看，啊，我们要给他再教育，吼、哦，好不好？ Okay. 你看因这三流的咧，兵单，台遮有诶无诶，吼、哦，来，好，啊，你看咱。今年一月十四所选总统，你敢若去摕中华民国的身份证去投票所甲领票，你着先注意啊！安那，你承认你是中国人，你毋敢摕中华民国的身份证去领票。搁伫自由意志下，恁台湾人投689万票，投一个通牌马英九去做总统来管咱台湾人，恁台湾人甲你选择的，全世界媒体的看法就是讲，恁台湾人想要。和中国管嘛，恁选一个通牌马英九，吼、哦，对不？因为时间的关系啦，吼。啊，蔡英文就是打着美国的风头，风头就伊讲，中华民国就是台湾，台湾就是中华民国，大错，有无？中华民国本来李登辉是讲中华民国在台湾，听起来还知道他是从另外一个地方来到这里，伊是外来。你搞讲中华民国等于台湾，说把台湾的主权权放松而已。不怪，一个讲中华民国不是外来政权，是台湾政府。吼、哦，这个大错特错。这里开始咱的政府啊，哦，战争法铁则就是占领不得移转主权，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哈、哦、，OK。啊，因为美国为了要全世界，包括台海两岸稳定，马英九是美国甲阿强啊。共同可以接受的人选，所以美国选前就派一挂官员来，啊来讲，要予台湾，予中华民国免签，有无？哈、哦、，OK， 啊，台湾是一个不成的航空母舰啦，哈、哦，啊，你讲中共偌强，你连一个航空母舰的歪啊折都无法度折，吼、哦，苏联阁无爱买伊哦，俄罗斯据说现在只用了拦截钢索，伊不要折，人阁无爱买，啊，你看迄无人机无度。都要栽落呀，栽海底落呀，吼、哦。好，啊，这等于国民党啦，吼、哦。在台湾安尼，根系一大堆军警、情特啊，包括乌道、白道，拢咧撑台湾，食台湾，食到安尼肥肥。吼、哦，啊，咱就有台湾时报、自由时报啊，郑鸿仪拢咧骂，骂国民党政府，迄时拢咧甲扑树啊、背遐威尔，未死。干那咱台湾民众用法理。国际法、战争法，乌只个紧乌长，伊就爱倒啊，吼、哦、，OK。啊，但美丽岛足水个吼，但是咱拢在做人个基地。荷兰人来，咱是一个贸易基地。迄、那个明朝郑成功来，咱是反清复明个基地 ，OK。日本人来，咱是南进太平洋个基地。蒋介石来，咱是。反共基地，咱拢咧做人的基地，好、哦，你看，这有一个基地，这大鹏，不是大鹏，我来迄个九鹏飞弹基地 ，OK。所以咱民政府起来吼，咱来为家己拍拼，唔好替人咧做人的基地，好、哦，啊，大家辛苦，大家做伙拍拼，好、哦，多谢，我今日讲到这，谢谢。Kitty， 啊，今日。